进阶是面子，老鼠是生活，不是进阶玩不起，而是老鼠更有性价比。OK 的兄弟们，我就是老鼠玩小鱼，好吧。今天呢，我又来教你们如何局局撞百万了，好吧。跟着我学，看我这身装备，你随便带啊，反正只要凑够30万的妹子就行了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辐射板是必带的啊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带也没事，带辐射药也可以的。我觉得辐射药更有性价比啊。嘿嘿嘿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如果你怕辐射板掉的话，然后的话有队友的话也可以匹配一个队友啊。反正博瓦特打法直接来偷箱子，只不过我可能没有博瓦特的技术啊，所以说我还是来当个老鼠人来遛人吧。哦对了兄弟们啊，最近这个视频有点惨淡啊，大家看完我视频的话别忘了点个爱心支持一下啊，然后的话喜欢的话也别忘了关注一下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是我的老粉了，我也带你天天来当老鼠人，好吧。跟着我的打法就算是菜狗都能居居挣百万的，好吧。不是啊，什么箱子都没有是吧，证明这个箱子呢，呜呼呼，老鼠人最喜欢开箱子了，给我出一块金砖不过分吧。哦，我真的是谢谢你啊，两个粉。哦，我的刘家队友，你在干什么？哇，偷吃箱子啊，全给你拿了。哎，我手速怎么这么慢呢？好的兄弟们啊，我愿意用下局粉丝们都赚100万来换两个红。哦，我刚说用粉丝赚100万换两个红的，嘿嘿嘿，开到了，真不错。好，这两个箱子也给我出个红。哎，我靠，真出了呀，为什么不给我出金砖？算了，别细节。哎呦，好像有人过来了，赶紧跑吧。完了兄弟们，我好害怕呀，队友好像被制裁了，看来这个老鼠人打法有点危险，我直接，哎，本来要是以一个六套的话我应该还是能解决的，不过比较细节，我的保险箱已经放满了4个红啊，只要东西。哦，太好了，什么都没掉。等会儿我的头呢？